一个单身女子的路往往是这么好走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漂亮的鞋子来让这段路变得更特别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段话好耳熟，好像在哪里听过，你是不是偷来的哦，我想起来，是不是那个欲望城市里面那个叫什么？冰岛，就是凯莉教主。对，就是她，消费物质主义女王。消费物质主义有什么不对？除非你能回去当山顶洞人。我告诉你哦，一个女人一年要买7双鞋，所以一辈子就要买469双，总共可以创造出70万的产值，知不知道？70万呢？那我们干脆都不要当律师好了，改行去卖女鞋好了。好啊。那我再问你哦，有什么事情是我们男人永远不懂的？哪有人一次掀光所有底牌的？等到你哪天顺了我的心，再考虑要不要多告诉你。我们家问题长大之后，千万不能像你这个女王系的哇。我看你呀，赶快去把花店收掉吧，改行卖女鞋，保准你赚大钱的。上次你叫我干火锅店，这次要卖女鞋，那下次要卖什么啊？好了，不想了，我有客人呢。有客人，那我帮你去接温蒂。温蒂，我早就接回来了，还等你啊，你啊。喂，你该不是想趁我不在的时候套他的话吧？你啊。哎，你想太多了，心机很重哦，你啊。我忘了他今天上半天课嘛。啊，别念别念，晚上等我回去吃饭啊。好，拜。在忙什么？哎，没什么。你要走啊？嗯。对了，今天晚上让你下厨招待，因为你上次欠我一次。我什么时候欠你一次啊？想赖啊？好啊，那以后那些陈太后、王贵妃、如花娘娘要调戏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对我猛眨眼，跟我求救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能为江大律师下厨呢，是我的荣幸。只不过你不介意吃泡面加蛋，或者是水饺皮肉分离的话，我 OK。你 OK？ 确定？走。哇。都是振华在打理，哈哈。哎，啊？哎，我以为今天可以吃到homemade大餐呢。你要做意大利面吗？这个我也会，好不好？就是面煮一煮，然后酱料拌一拌，淋一淋就可以上桌了。不要拿我的料理跟调理包相提并论。意大利面从煮面到酱料都是学问，还有单体的面条配上风味浓郁的酱汁，好吃的意大利面再去上天堂哦。你刚刚说 L 什么 ？L Dante 啦，简单来说就是弹牙的意思。面条不会太生太硬，但是也不会太软，吃嚼劲。哎呦，这么有小味啊！哇塞！哎，对了，那你家有没有大蒜跟洋葱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打电话问振华一下好了。
我想上厕所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快去快去，在那里。卫生纸用完了，可以麻烦你抽两张给我吗？哦，谢谢你，不客气。张律师，刚刚那个是你啊？是啊。谢谢你了，小事一件。这么巧，你也来这里买东西啊？我是陪祥熙来的，晚上要做饭给他吃哦。哦。对了，上次临时把温蒂丢给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听祥熙说，你的脚受伤了，还好吧？没什么事啊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我对你们才比较不好意思呢。你脚不方便，我来帮你拿吧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你好好养病，走。谢谢。祥熙。赵静，哎呦，机车男，你怎么在这？买东西啊，不然嘞。哦。啊，我之前没有跟你正式介绍，这是我的 partner 江大律师。我们已经认识了，嗯，在他上次送温蒂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可真是有缘啊。要不是我们这么有缘，你可能还要再等江律师一会会儿呢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嗯，没事啦，我们回家吧，还有冷冻食品呢。谢谢啊。哎，你的脚这样，我顺道送你吧。不用啦，出去外面就有公车直达我家，拜。哎呦，谦虚不是你的强项，客气也不是你的作风。再说你的鞋子在我车上，顺道去拿吧。来，我帮你吧。走吧。哎，那就不好意思啦，啊。百块就好了。喂，木屋娘，要记得啊，下次把鞋子留给王子才有用。知道自己不是王子了。我当然不是王子，手伸出来，伸出来。I'm king。哎，你们等一下。方老师脚受伤，你帮他坐前面，前面比较舒服，位置比较大。没关系啊，其实我不坐后面的。哎，你不用客气，赶快上去吧。哎，哎 ，Chris， 是，他是我人在外面。方老师，你脚不方便，先上车吧。哦，我现在人在外面，我进 office 跟你说好不好？哎 ，Chris， 你等一下。好。对，那个案子在进行啊。哦，我回公司跟你报告好不好？